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看到广西桂林蒙蒙细雨中洁白无瑕的梨花耀眼绽放，开满枝头，形成一片白茫茫的花海。游客在花海中漫步，云雾飘渺，仿佛置身仙境。感谢您加入这一节的中视整点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王志恒，祝您平安顺心，晚安。